酒吧的各位，那个我们新的会长嘛，要有新的挑战，那我们有准备一个特别的礼物要给他，那就是特调饮料。我想大便。赶快先喝完它，想到跑门都没有。现在有你喜欢吃的老干。等一下。他已经加了，应该比奖金好。等一下给他。加油。没关系。等一下。那个，我个人认为啊，昨天有人过生日，应该补办给啊。对，没有，是有人生日快到了。等一下，拿回来。有人生日快到了。没有。我们昨天很抱歉没帮你办，所以我今天补给你。干你们！不要太那个啦。不要开太多。不要开太多。你们生日，不要浪费太多了。里面就喝人了。里面已经好，将就好。今天补办给你。有人生日快到了，等一下要喝口水啊。希望草莓成真了，今年可以把它许愿。对嘛？对啊。第一个愿望就是我们大家这款戏能够互相当作兄弟姐妹这样子相处。真的吗？这我在戏里面的话。不行，我只能帮你当被狗。互相打开心。然后第二个愿望就是大家都能。不行，然后讲好关。没差的。不要哭，等一下你喝完之后你就大哭。好啦，第二个愿望就是，大家都能一直开心啊，就不要生气或者是心情不好。不是你不要结巴啊。好，那第三个愿望就留给我们自己了。不要倒霉成真的。洗礼你没有，我们只给你这一杯而已。我们要给他，我们给他各种的祝福，能力加成喝。捏着鼻子。小薇都是尿，不是小薇，我吞了。给你喝，喝掉，喝掉，把味道洗掉。味道快点洗掉，真的假的啦？真的。小静好，小静大神，小静好。哎，你的杯子，小豪。
刚刚的礼物嘞，拿出来啊！哥，会长，对对，打开别人的心房。这个时候要干嘛？这时候要干嘛？这是时候要干嘛？想一下，想一下字背后面的字啊。会长，副会长。被骂。会长，副会长。家庭。会长，副会长。所以你觉得这应该怎么办？哦，分给大家喝。每个要同甘共苦。同甘共苦。同甘共苦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现在这一届都要喝。对，对，所以我那还有吗？刚刚喝过。我还有话要讲，我要感激上届。不好意思啊，你的愿望许完了，你的愿望许完了，你没有资格讲话。不好意思，陈又交易。我们总监内心收了。今年啊。我的内心也收了，告别式让小妹先好了。小妹，你先。先结账，我先结账。快走先。快走先。会长喝哦，通干那一罐再给我。反正我喝完是大家一起喝嘛。对，要一口，还要一口，喝一口就一口嘛。我说那个不要浪费，东西不要浪费，东西不要浪费。我说我也在加这个，不要啊！我喝，我喝。还有这里，还有这里，还有这里，干你娘嘞！通干共苦，通干共苦。你看有喝这些吗？第二轮啊。你公关啊？无所谓，无所谓，无所谓，同甘共苦。是九九人，不要啊！是伙伴，是伙伴。同甘共苦，抽烟走。抽烟，抽烟。同甘共苦。真的。太惨了，我连不理我。苦尽甘来，你知道吗？太想要帮我们，就叫拿。太想要帮我们底下解决大部分的问题，所以你要把身份证弄得严重，然后吐出来的。同甘共苦，苦尽甘来，一口就快了。等等要重传一次哦，所以贾静豪也有。我喝好多，他喝好多，嘴巴不要抖。他为了我们嘞，会长。会长。接下来换活动副会，换贾静豪。活动副会，贾静豪。活动副会，子密。子密呢？哎，美娟长干了耶！美娟长干了。哎，坐这里。真男人呢，真男人。抽烟，抽烟，放流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又酸又辣又恶心。哎，喝完你们俩喝完之后感言是怎样？你怎么没有？我从瞬间从地狱爬到天堂一样，好舒服。我觉得我刚才那240都付了不值得了。对吧？哎，我们这样吃完，我们两杯喝完的话，是不是我们的钱他们平分？好，就这样，好。好，哎，没有啊。走了，能不能平？